迎收看今天的台视晚间新闻，我是林一如。国中生疑似打了 BNT 疫苗12天之后出现了心肌炎的状况。在桃园市有一名国一的女学生，9月底是打完 BNT 疫苗，隔了12天突然出现了高烧不断等不适的情况，经过诊所转往大型医院治疗之后，发现女学生可能是罹患了心肌炎，而且病况严重。目前院方已经替她加装了叶克膜救治，不过仍未脱离险境。桃园一名国一女学生9月24号施打完 BNT 疫苗，本来一切正常，人都好好的，没想到12天过后，10月5号开始出现发烧、呼吸喘以及疲累的症状。10月6号早上觉得喉咙痒痒的，再加上持续发烧，就请假去看诊。一开始家人是先带她就近在住家附近的小诊所就医，后来因为她高烧不退，10月7号凌晨再转往台北马街，没想到院方诊断之后发现是心肌炎，而且情况严重，在当天就替她装上叶克膜救治。小孩子目前意识清醒，但是非常的激动，那么医生就特别跟他母亲商量一下，希望说让孩子好好休息，让他心脏休息一个礼拜，那么最重要这一个礼拜看他能不能够撑过去。究竟是不是疫苗造成的不良反应，桃园市教育局则表示这是严重的副作用，将持续关心学生状况。目前知道他目前在医院里面做的加护病房里面有这个叶克膜的救治，那情况还良好，我们会再持续的一个多关注。对此市长郑文灿也表示，县府会保持关心，也会前往，质疑慰问。记者林柱强桃园报道。